本来哈、哦，这个个性很急，个性无真好，所以我看到足多啊，今日这姿势，上年有这个机会当好啊，今日这姿势，我感觉非常的感恩。所以每一个人咧看的，就是咱的老师，有歹咱唔加加恶改，但是有优点，我们要给他吸收进来、我们才会成长，对不对？我是抱着这个心态嘿，所以我感觉到这个慈济来，我感觉到花喜充满。各位好，欢迎来到大爱会客室，为您推荐的好戏《月娘》。今天呢，戏剧的部分播毕了40集，我们请三位一起来聊一聊。首先来欢迎的是郑天吉师兄，您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接下来是我们的法亲罗千芝师姐。主持人好，全球观众大家好。继续这一位是林中贤师兄。主持人好，大家好。中贤师兄，你是什么因缘去认识到咱郑天吉师兄跟薛岳这对同修？其实我是在先认识薛岳师姐，然后再认识师兄。我大概78年，我是一尊阿弥修经，我是幕后的哈、我们的资深带到我们高雄一点，还是古州嘛哈，还是旧主的时代，我们就是同一个组。同一个组的话，当然进去的话，大家同一个组的师兄姐嘛，常常的相处哈。其实呢，从那个这几年我们旧组的那个相处呢，我这可以从这个其中呢，看到我们谢月师姐那种慈爱哈，那种慈爱的精神哈。所以今天这个剧场啊，连续剧场是一个月亮嘛哈。我也记得一种我弄叫阿牛啊嘛哈，那个阿牛啊，哎，说是这样。所以我认为这个名称真的太好了，名字太好了。其实哈、我想做这组织法亲，像安尼熟悉20多年哈，大概来去讲到薛岳师姐。都有这款的一个感想，从他进入慈济，也都会有去做访视嘛，对不？注意力注在精简一点，就爱去关怀别人，所以我们的千姿师姐一定在这个部分更能够感受到阿月师姐对于照顾户、感恩户的保魂，她所谓的真的关怀，她会常常很定期的去了解他们的状况。对，差不多86年，我们都是社区嘛。那时候我是男子的执掌，那有一个个案，就是一个阿伯啊，那他是孤老无依嘛，那个案来了，我就想，这个个案哈、那给谢月师姐哈、很合适的，为什么这样？那时候他妈妈刚往生不久，他那时候很思念他妈妈，那时候我就说，师姐，那我带你去看一个个案，好不好？他说到哪里？我说在你们隔壁而已。好，他说好啊好啊，那我们两个就去了，对不对？那去了以后关怀了，那个阿伯跟他的缘分可能比较深了哈、看到他，看到我们，真的，他就是要让我们进去。那我们有一些师兄师姐也要去关怀他，去关怀他。都被那个阿伯骂走了，出去，你们出去，你们出去，你们不要来了，就是这样哈、那四月师姐这样子去的话哈，那个阿伯哈、他冰箱有东西也拿出来了给他吃啊哈，那个饼干啊就是这样，就特别有缘了呢哈。对，可是那个四月师姐哈、她是很关心他。他当成那个阿伯哈，就是他的妈妈一样。不过我们也感受到，其实阿月师姐跟我们的天吉师兄虽然都一样是在慈济、但是有这个功能，跟他是无啥共款哈，是不？有。你家己伫亲务的部分有参与倒一挂项目？环保以外，佫参那个人，我有时间会当交伊陪同一起去。因为那个时候我是上班。我顾不动，阿姨顾辅助，这一句话就是这样子各司其职，安尼吼。啊，不过咱嘛知影讲，静思堂启用之后，你搁投入做导览工作。这个部分有啥物成就无？迄种欢喜的感觉如何产生？那欢喜的这真多，因为回从那礼拜吼，我第一点就是讲吼。请伊问伊，伊讲要来参访，参访我就慈济哦，有一个题目哦，就是近似于，叫先去抽一张来，
啊来底下坐下来，啊泡茶好食，心情真好，啊坐下来，啊我甲分享，尽是伊迄句话什么，啊甲讲啊，伊安尼心的安的许，足欢喜，这尽是伊这上人的法哦，实真好用，你若甲解有开哦，甲讲啊甲心的，甲骨的你去，爱再是再一个皮呐，那皮。我个讲啊安尼，啊所以哦，各国的人会将来，大家人我们找，迄、那个郑师兄，迄、那个爱讲四句联啊，讲好个，就这样。所以吼、哦，你甲可能透过听是阿月师姐是去照顾护刀，对，去感恩护家，去讲这风习。哎，其实咱高雄郑师堂嘛是一个道场嘛，虽然伫只顶值班，其实它也是访师的一种，只是人到这边来，他为他俩、为他解决他的烦恼，对不对？也算是一种陪伴。听说宗贤师兄啊，那呢天吉师兄这导览吼、是你安尼改鼓励，还是讲改邀请伊来做的了？这当然讲过吼，啊，你九十五年安当的高雄郑师堂是启用嘛，启用嘛。啊，师兄拄啊一个好的姻缘，伊拄啊即个结束迄边台南迄个安养院嘛，安养中心嘛，啊拄啊郑师堂有需要遮一寡即个导览的人才嘛吼，人员嘛吼，啊上伊嘛咧讲郑师堂已经起起来汉大经，啊嘛爱有一寡有长住的人会当带遮吼，安尼唔然无到时郑师堂无人嘛唔好安尼，要长住的人在那里吼，啊所以我就甲看到安尼师兄的即个伊的一寡特点啦吼，伊特殊吼特点吼，啊我就甲邀请来，啊伊嘛是义不容辞的来啊安尼吼，啊当然在这段期间呢，我感觉伊也做甲遮欢喜很充满。吼，真欢喜，所以这段期间我感觉，天吉师兄呢，伫这个导览的工作方面呢，他也尽了很大的责任，吼，啊，我大家这个来净思堂这些法亲呢，吼，啊，大家有法度人欢喜充满哦，接受伊安上面的法安哦，这种嘛是一种好的、真好的功能啊。对，九十五年高雄净思堂落成启用，对，一直到今嘛拢做导览志工，大工拢去吗？对，从不间断，风雨无阻，风雨无阻。所谓的八八水灾，高雄八八水灾的时阵，我嘛去，我知影讲去哦，无人。但是我去的时阵，我穿雨衣，啊，足多迄款爱心，在台湾这报道，这爱心有够多，大家拢拿雨伞穿雨衣，啊，排队来咧灌园呢，啊，所以遐穿过去哩哦。风台天哦，无啥人来，此时呢，遐干那三个人啊，尔。我搁办一块桌啊，我嘛搁做一个窗口呢，多到收有，较袂让人等遐久。嘿，我底下搁安尼无形中啊，搁发现一个功能出来。所以爸爸实在，即我讲话就实在的，一步一脚印就是这样子。上人的话就是要诚实，要诚诚信实，要抱着这个心态。所以说哈、为什么很多慈济志工哈，愈走愈欢喜，愈坚持，是因为弄这碟得一耍，所以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你都看到台湾人的爱心真的是源源不绝，受到那个感动，会觉得就是不想要停下来，对不对？对。师兄啊，那你感觉啊，礼拜主持了，对你家己来讲，你家己看家己的专本想多少的？我本来哈，这个个性很急，个性无真好，所以我看到足多阿强的这姿势。上年有这个机会，当好啊！今日这支持，我感觉非常的感恩。所以每一个人咧看的，就是咱的老师。有歹，咱们加学起来。但是有优点，我们要给他吸收进来，我们才会成长，对不对？我是抱着这个心态嘿。所以我感觉到这个慈济来这个导览哦，我非常的进步，非常的大。我感觉到欢喜充满，得到这个效果。所以呢，如果我们有乡亲好朋友，到高雄去的时候，其实可以去高雄净思堂找一下我们的郑天吉师兄。对，伊就话讲四故人，讲好话，而且拢家己，家己创作的，对不？对，吼，好人欢喜安尼。当然吼，我们今天月娘呢四十集的戏剧到此播毕了，明天还有全新的大爱剧场等着您的收看。我们感恩大家，也感恩三位今天的分享，感恩。好，感恩，感恩，感恩您收看今天大会客室，我们明天见。